得重庆的夜生活的话来讲，我觉得更有人间烟火，我觉得非常的接地气。然后比如说有很多人也会在那个在大街上面啊，那拍拍照片啊，直播街拍啊，我觉得很火，我觉得很棒。坐上了这艘船之后才发现说重庆真的太美了，就这艘船上的这一路上的旅程就是一个视觉盛宴。我想要跟这一群台湾人大家一起去试一下，就是重庆最地道的馆子啊，然后一起走一些重庆非常非常特色的一些文化街区，人山人海，重庆的旅游真的是太热闹了。这一趟来到重庆，特别希望能够四处走走看看，拍更多的视频，让更多的台湾同胞知道大陆重庆是一个多么好玩、多么有趣的地方。